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能够在线上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祷告会的主题为兴起就立就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上呢之后，他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升上了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们知道耶稣战胜了魔鬼，战胜了一切仇敌过去所掳掠过去一切的执政掌权的，耶稣再一次把他掳掠回来。耶稣将各样的恩赐把权柄赐给凡求告他的人。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在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创世纪说神赐福给他们，又叫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知道耶稣再一次把这个权柄掳掠回来，赐给他的教会，要他教会能够再一次的在灵界里面得胜，再一次的借着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权柄，再一次来治理这个世界，再一次与耶稣一同的要作王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弟兄姐妹们，好，我们知道呢，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呢，我们知道神他兴起他的教会，神所赐的，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在这个幕后的日子，神要兴起他的教会，神兴起使徒，神兴起有先知的恩赐的在我们的当中，神也兴起传福音的，神也是牧师教师。除了这以外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我们知道神不只是兴起使徒、先知、教师、牧师，神也兴起各样的恩赐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帮，特别是在帮助人的这方面恩赐，有些人是有医病的恩赐，有些人有治理教会各样事情的恩赐在当中。我们知道神都把不同的恩赐放在他教会的里面，我要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们，好，我们要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按着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膏，我们要兴起来，我们要按着自己的岗位呢来侍奉神，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些人是做眼睛的，有些人是做手的，有些人是做耳朵的，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神的托付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兴起来。就好像昨天牧师在查经班鼓励我们，我们要突破我们的限，我们的景象景瓶，我们要从我们的一切的惧怕的里面，我们要勇敢的站立起来，我们要再一次的站在你神所给你的恩赐上，所给你的职分上呢，我们要去发挥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不要惧怕，我们要勇敢。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也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说到了天国的比喻，耶稣按说一个主人他要出国出差之前呢，他叫了他三个仆人来。圣经告诉我们，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五节，这个主人按着个人的才干分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国外国去了。神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分给我们不同的银子，神按照我们的忠心，神按照我们的才干呢，把不同的恩赐赏给我们。有些神是给五千的，有些神是给两千的，有些神是给一千的。但是呢，我们呢要在我们所神给我们的才干呢，我们要去把它呢好好的使用出来，好好去发挥出来。我们要像五千两的银子的，对，当主人回来说，他说我再把五千再赚回过
多五千给你，那两千两的他也说我再把那两千两的我多赚了给你，让我们就像这五千两两千两的，让我们的忠心的好把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好好的去善用它，好好去发挥它，让我们不要像那一千两银子把这个钱的隐埋藏了起来，让我们的不要像这个一千两，让我们呢好求主帮助我们信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就好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在大户人家里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和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神不管呼召我们是做哪一方面的器皿，让我们都把它成为贵重的器皿献上给神。哈利路亚，让我们不比较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银器，金器银器的好，让我们都在我们所给得的恩赐上呢，我们好好的忠心，好好的信起来。因为每一教会都需要我们彼此，阿们，我们都需要彼此，各按其职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们，透过今天晚上祷告会，也透过昨天，我相信很多人在查经班里面被神的话语再次眺望起来，只让我们透过今天晚上祷告会，让我们回应和我们要勇敢的信起来，站在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上的，勇敢的被主来使用，我们不再惧怕，我们要超越跨过一切的拦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时候我们再用方言来祷告，再次求圣灵来眺望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在灵里面在方言来祷告，昨天你领受了，让这时候今天我们用祷告来回应。哈利路亚，苏杜利安达拉拉巴扬罗，哦拉巴扬达拉拉拉拉拉巴康巴巴巴巴扬罗。哈利路亚，无论在哪里，我们再次用方言大声的来祷告。哦拉巴扬达拉拉巴康巴扬罗拉巴顺罗。哦拉巴扬达拉拉巴康巴巴巴巴扬达拉拉拉巴康巴巴巴扬罗。苏杜扬达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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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巴康巴巴巴扬达拉拉巴康巴巴巴巴巴巴扬罗。哦拉巴扬达拉拉拉拉拉拉拉巴康巴巴巴巴巴扬罗。苏杜巴哈拉巴扬达拉拉拉巴康巴巴巴巴巴扬达。哦拉巴扬达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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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康巴巴巴巴巴扬罗。Hallelujah, 是的，主，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要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的呼召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不只是呼召我们，你不只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主啊，你也把这个恩赐，主啊，你也把这个职分赐给了我们。主，我们说，主，我们在这里，主，主啊，我们要再次为你而兴起，主，我们要按着你给我们个人的恩赐，主啊，我们要在我们的恩赐上，我们的职分上，我们要尽忠，主啊，我们要尽全心的，主啊，来摆上给你，主，主啊，我们呼求你在此刻，主圣灵，你再次把刚强壮胆灵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们，主，主啊，一切的惧怕的从我们当中出去，主。主啊，我们要谢谢你，圣灵再一次来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宣告你的教会要兴起，主，你的教会要为你兴起，治理这个地，主。主啊，你要再次更新你的教会。主啊，我们要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神的教会一跪下，我们要为主再次兴起，让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当中。Ecclesia, 这里这世界是荣耀彰显。Ecclesia, Ecclesia, 这里这世界神国度建立，神掌权。Ecclesia, Ecclesia, 治理这世界，神荣耀彰显。Ecclesia, Ecclesia, 更新这世界，神国度降临，神掌权。是的，神的儿子兴起就。
的儿子兴起就位，成为神国的军队，神的教会做好准备，为复苏神的国会。无从只是主所设立，使徒先知是根基，传福音牧师和教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在正道上同归于一，建立基督的身体。新一代新旧来充满，复兴时刻就是现在。 Ecclesia Ecclesia， 治理这世界，神荣耀彰显。 Ecclesia Ecclesia， 神治理这世界，神国度降临，神掌权，神的儿子。是的，我们要兴起。神的儿子兴起就位，成为神国的军队，神的教会做好准备，为复苏神的国会。无从只是主所设立，使徒先知是根基，传福音牧师和教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在正道上同归于一，建立基督的身体。新皮带新酒来充满，复兴时刻就是现在。 Ecclesia Ecclesia，治理这世界，神荣耀彰显。 Ecclesia Ecclesia， 更新这世界，神国度降临，神掌权。教会已经在磐石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鹰卷的权柄不能胜过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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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克西亚埃克西亚，世界，神荣耀彰显。 Ecclesia Ecclesia， 更新这世界，神国度降临，神掌权。是的，神掌权，神掌权。是的，主耶稣，我们宣告，主啊，你要掌权，主啊，你要掌权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生命的里面，主啊，你要掌权在你教会的里面，主，当你的教会要前进的时候，主啊，一切阴间的权柄，主啊，一切恶者的拦阻都要粉碎在你的教会的里面，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身上。主，我们宣告，主，你的教会，主啊，要建在你磐石上。主啊，你的教会，主啊，要被你安置在高处，主啊，要抬头的仰望你，主，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主，你赐下你的能力在你教会的里面，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弟兄姐妹们，哈利路亚，让圣灵的灵火再次来焚烧你，再次把自己献上给主，哈利路亚。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膏我。
句句读君情。你要释放你的百姓，主啊，你要兴起你的百姓，主啊，我们要谢谢你，主，我们祷告，主，让你的圣灵再一次充满浇灌下来，主啊，让你的圣灵再一次充满浇灌下来，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你的子民们，主，让这个使徒的恩赐，让这个先知的恩赐，主啊，让这个启示的恩赐，主啊，智慧言语的恩赐，主啊，知识言语的恩赐。
主啊，我们祷告你要浇灌下来，主，主啊，使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大能的军队，主啊，迈开征战步伐，主，引你向前，主，主啊，我们祷告，主啊，你赐下你的异象异梦，主啊，彰显你的荣耀，主，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哈利路亚，我们要苏醒，我们的灵要苏醒，我们要跟祷告，圣灵要浇灌，圣灵要浇灌凡饥渴的。圣灵要浇灌凡求告主名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主啊，哈利路亚，让主的异象异梦启示浇灌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啦啦啦，赐下你圣灵浇灌地上所有的人，先知的话语是下雨梦一下，显明你心中的奥秘，就加增我信心，愿诸天向你此地降临，那苏醒的日子必快来临，那苏醒的日子必快来到此地，那苏醒的日子必快来临，换旧高烟宿命那苏醒的日子必快来临，换旧高烟宿命之地人必然得救，主赐下你的圣灵，主赐下你圣灵，浇灌世界的万国万般，浇灌世界万国万邦，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荣耀，且尊崇你的威严，彰显你的能力，震撼诸天与大地。响应你日子的到来，那苏醒的日子必快来临，那苏醒的日子必快来到此地，那苏醒的日子必快来临。高耶稣名字的人
圣的，那属圣的日子必快来临，凡求告言属名字的人必然得救，凡求告言属名字的人必世界主，你的教会等待你的再来，主，主啊，万物都要响应你的日子的再来。是的，主啊，你的教会主要要响应你的日子的再来，主。我们知道，主，你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你要将你的灵再次浇灌凡饥渴的，主，你要再次将你的圣灵大有能力的浇灌在你的教会的里面，让你的教会再次得着你的能力，主啊，得着你的能力，主啊，能够继续的为你兴起发光，主，主啊，我们要谢谢你，主，我们祷告，主，各样的恩赐要恢复在你教会的里面，主啊，无论年长的，主啊，他们要看见你的意，他们要看见你的意梦，有你的意梦在他们生命的里面，主啊，年轻人要看见你的意象，主啊，儿童们也要看见你的意象，主，我们祷告，主，在这个时候，主，你的教会各个的年龄，主啊，要被兴起来，主啊，各个样的恩赐要恢复在你教会的里面，主，我们宣告，主啊，使徒的恩赐要恢复在你教会的里面，主，我们再次宣告，牧师的恩赐要恢复在你教会的里面，先知启示的恩赐要恢复教会的里面，传福音的恩赐，教师的恩赐，欠勉人的恩赐，主啊，我们祷告各样的恩赐要恢复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主啊，我们要谢谢你，主，你兴起，主啊，兴起所有做所有年长的，主，兴起所有年轻人，主啊，兴起我们的下一代儿童们，主，他们要为你，主啊，灵里面，主啊，要被你苏醒过来，主，被你来更新在当中，主，他们，主啊，我们的下一代，主啊，他们不是被网络迷惑的，主，他们要被你来苏醒，主，他们要响应你日子的再来，主，主啊，我们要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弟兄姐妹们，这时候我们按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拿起信心来围着教会来祷告，我们来为教会来祷告，我们宣告神要再次恢复他的恩赐在各个教会的里面，各样的恩赐要被恢复起来，教会的恩赐要各尽其职的被发挥，建立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你有感动的，让我们开口来为教会来祷告，为教会来宣告，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说，主，你的肢体要进入到圣灵的恩膏里面，各样的恩赐要被恢复，各样身体里面的功能要被恢复，好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full function的一个教会，要能够，主啊，成为在这末后时代的得胜者。主啊，因此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无论是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无论是在我们灵里的惧怕，无论是任何的胆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要完全拆毁，让我们走进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荣耀的时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使徒兴起，先知兴起，传福音的兴起，做牧师的兴起，
做教师的兴起，这个圣灵的九大恩赐要再次被恢复，更大的恢复，各种的恩赐，治理的恩赐，怜悯人的恩赐，哦主啊，这个事工的恩赐完全会被恢复，特别在这疫情的时代里面，主啊，这疫情不能够掌，不能限制我们，因为圣灵的大能恩膏要突破一切这一些的限制。主，我宣告，就在这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你的灵也把这样的恩膏恩赐也分赐在我们当中。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主你来释放，在你的众肢体里面做释放的工作，释放你的恩膏，释放你的能力。主啊，我祷告，主，我们要成为主啊忠心的无牵粮的这个仆人，不要再埋没我们的恩赐在主啊泥土里面。是时候拿起来经营它，让它扩大。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让我们成为忠心的仆人，在这时代里面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是的，亲爱的天父，你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呼召我们，而且你在我们的身上都有命定，还有主你的旨意要去成就的。主，我们不要埋没这一个恩赐。因为主，我们若不被你使用，主你能够兴起别人。主，我们既是已经被你所造的，就好像以斯帖一样，主，我们就不错过这个时代，我们就不错过你的日子。谢谢你主，叫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着一切的恩惠，得着一切的恩赐，你所愿意赐给我们个人每一个不一样的。主，使我们连接起来，就好像拼图一样全然的连接起来，成为主你天国的一个文化。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是的，耶稣，你的圣灵要充满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满有能力的耶稣来为主做更多的更多的事工。主，主啊，求神你帮助你的教会，主你与你教会的同在，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主让教会耶稣不害怕，而且能够勇敢，而且能够刚强，使我们能够跨越过去。主，让我们的软弱再次成为刚强。耶稣，求神你帮助你的教会耶稣能够定睛的仰望你耶稣，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而且当我们惧怕的时候，主，我们要依靠你，主，我们要依靠神，主，我们要赞美他的话。主，主啊，让我们不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惊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耶稣。主啊，你必帮助我们，必坚固我们，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耶稣，兴起你的教会耶稣，教会要就位耶稣，成为以格利亚的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主，我们感谢你耶稣，把教会带到你的面前，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就，你的最荣耀彰显。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没有感动的，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要相信神在末后之子，你的灵要浇灌在主你的教会里面。我们也相信神，你要兴起五大执事，在教会里面各样的恩赐要被兴起起来。我们也祷告保守每位弟兄姐妹对各既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你的面。我们知道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此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此不把万物和他的一切白白赐给我们吗？我们知道神在主里面，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我们知道神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前辈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而来的。我们也祷告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是我们知道主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我们一定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献上给你，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把我们这个生命器皿能够分别为圣。我们也祷告，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够在主你的国度里面，在教会来侍奉你。我们也祷告说，你保守我们的心思，保守我们的意念，好叫我们那个敬畏你的心，
每时每刻都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你，我们也祷告圣灵啊，你的灵火再次在我们心里做燃烧做焚烧的工作，使我们这个灵分别为圣洁净，好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主你施恩宝座前来赞美来敬拜你来敬畏你，因为我们知道神你必为我们打开天窗窗户，倾倒各样的祝福临到主在主你的教会里面，我们的祷告主啊，在幕后日子，主你要兴起发光，让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靠着主你的荣光来兴起，来为主来做见证，来荣耀主你的名字，在教会每一个地方每个地区来为主发光，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阿们。是的主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不论你在哪里，在此刻来领受圣灵的恩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神的恩膏再次浇灌，让圣灵再次加信心给你。我们知道神的国，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的国度要降临，神荣耀的光辉再一次来照耀着你，来敬拜他。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
子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教会的里面，主，主你的天使天君围绕着众你儿女们，主，让这个宝座前的敬拜，使到你的掌权在当中，主，主啊，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主，感谢你，主，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更多更多，主。看见你的荣耀要彰显在每一个生命的里面，主啊，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时候我们拿一点时间再次来用方言来祷告，我们祷告围着教会来祷告。好，我们过后呢，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们按着圣灵在你里面的运行，我们来呼求神，来祷告神，我们要为众教会的合一来祷告，我们祷告神在众教会里面做他合一的工作，让神的爱在众教会里面来运行在当中，哈利路亚。这时候我们又开口用方来祷告，哈利路亚，赐下哦，赐下圣灵，赐下新的启示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卡拉巴，我们用方言来祷告。叙利亚哈拉黑亚拉巴萨拉巴哈拉巴拉巴萨拉巴，叙利亚哈拉黑亚拉拉巴萨拉巴哈拉巴巴巴亚拉，叙利亚哈拉黑亚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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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利亚哈拉黑亚拉亚拉亚拉，叙利亚哈拉黑亚拉哈拉巴黑亚拉拉亚拉巴，叙利亚哈拉巴黑利亚拉巴苏拉巴巴巴，叙利亚哈拉巴巴，叙利亚哈拉巴叙利亚哈拉巴巴叙利亚哈拉巴。Syria, Rama, Syria, Rama, Rama, Syria, Rama, Rama, Syria, Rama, Syria,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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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ria, Rama, Rama, Syria, Rama, Rama, Syria, Rama, Syria,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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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Syria, Rama，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祷告，围着马来西亚众教会再一次带到你的面前，主，让你的教会主啊再一次合一在你的面前，主，让你的爱再一次浇灌在你教会的里面，特别让你的爱再一次浇灌在众教会的牧者领袖们的身上，主啊，你的爱要做医治的工作，主啊，在彼此配搭的当中，主啊，一切的伤害，主啊，你的爱要来做医治的工作，主啊，你的爱要来做遮掩，我做恢复的工作，主，使到牧者之间的关系再次被和睦起来，再被医治起来，使到你的众牧者们，主啊，能够和睦的同居，能和睦的一起来配搭来侍奉你，主，主啊，我们祷告，让这个和睦的膏油浇灌在你众教会的里面，
主啊，流到每一个从牧者，流到每一个众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要谢谢你，你要恢复你教会的合一在当中，主，让无论中文堂的，无论英文堂的，主啊，不分种族的，主，不分言语的，主，让你的教会能够再一次合一起来，主。Amen. 主啊，我们要谢谢你，赞美你。弟兄姐妹们，按着圣灵的感动，好了，我们来为众教会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神啊，你是教会的元首，你与众教会同在，你在众教会当中作王掌权。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就是神所设立的守望者。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哦，圣灵的风要吹进众教会当中，哦，使众教会复兴起来，教会要兴起就位，成为这时代的光和盐。主啊，求你赐下合一的灵在众教会当中，哦，虽然不同宗派，但是在基督里能够同心合意，有属灵的看见，有属神国度的眼光，哦，和心胸，能够明白神你的旨意，哦，能够同心合意，彼此相爱，联合成为一体，建立基督的身体，同心兴旺主公，同心同行，来扩张主你的国度，来完成主你托付的大使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为我们的众教会继续仰望，交托在你圣手中。主啊，我要奉主的名宣告，主你在当中已掌完全，主你的爱要浇灌充满各个源流的教会。我奉主耶稣名捆绑所有孤儿的灵都要离开。主啊，你的爱要大大的降临充满每一个众教会，以至于每个教会因主你的爱而合一，因主你的爱我们互相在肢体里面同样高举主你的名，为主的国度而侍奉主。主啊，我要再次奉主耶稣名斥责所有恶者的谎言，这些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被撇弃的，没有任何一个源流是高过任何一个源流的，因为我们都同归于你。主，你是我们的源头，主，你就是我们头，你是我们的主帅。主，愿你来得着各个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主你是配得的。哈利路亚！我们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主，我们要宣告，在这一些日子里面，当主马来西亚有二十四期的这个祷告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主你也一样的把仇敌的谎言，把仇敌，主啊，把教会分隔那些的城墙一片一片的要打坏。主，我要宣告这些耶利哥墙，主，我要宣告这一些的误解，这一些的心结，主啊，在这个牧者的心中，会有的心中，教会和教会之中的心理的结缔要完全的被拆毁。主，我要宣告，主，你的教会要成为荣耀的教会，要成为合一的教会。主，无论在马六甲的众教会，任何语言的教会，在这马来西亚众教会，任何语言的教会，我要宣告一样事情，主啊，你要再一次在当中做奇妙的事情。我要宣告马来西亚的各源流的教会要合一在一起，要看见我们彼此的需要，要看见我们彼此都是属于彼此的。主啊，我要祷告，主，你释放这个爱，你释放这个成熟，你释放，主啊，这个饶恕的这个的高莫，主啊，饶恕的意愿，这饶恕的顺服，顺服你话语的饶恕，在你的众教会，从领袖到主啊每一个受过伤害的人身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要撇下这一切，我们要进到神荣耀的日子。奉耶稣名字祷告，阿门。